大家好，我是东莞代客的苗红啊。今天我们从公司来到了这个大喇这边啊。大喇这边我们客户呢是生产这个注塑机的啊，注塑机这个厂家，然后也是需要我们的设备一个局部增压。现在我们去客户现场看一下，走。对，这个管子升压也不能太高了，大概它的管子会爆嘛。我们这个增压泵设备呢，客户十分满意，并且已经留下来投入到生产上使用了。